C 罗和梅西吃饭，应该去谁的游艇上呢？ C 罗在欧足联的颁奖活动中表示，因为梅西的存在，让他成为一名更好的球员，他也很享受这个竞争的过程。 C 罗希望彼此间能有个机会一起吃饭，而梅西的游艇 Mayora 7C 价值1000万英镑，它的长度为28米，包含4间卧室，一个 VIP 房间，设置了丰富的水上玩乐设施，并配备2艘皮艇，时速可以达到25公里。 C 罗的 Palmer Johnson Ascari 游艇，价值750万英镑的游艇，作为他海上休闲的座驾，长28米，可以容纳10名游客，有一个 VIP 室，还有一个宽敞并可以提供日光浴的室外空间。不过不建议选择梅西的游艇，因为梅西的游艇经常有球迷爬上去，如果二人一起吃饭，游艇都有可能被球迷抬走。